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慢点视频，我是疯狂的杨林。前段时间呢，在成都的一个高校园区内呢，一位老师拍下来鱼吃荷花的照片，结果一下子在所有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当中呢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大家都没有想象到鱼能够跃出水面来去吃荷花，很多人为此呢，不远千里万里打飞的去成都去进行拍摄。就在前两天呢，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，在北京也能拍得到了，而且这个地方呢，离我住的地方大概只有不到30公里。我听完非常兴奋了，所以今天一大早，现在是大概6点钟左右，我就跟同事一起开着车，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去看看能不能真正的看到鱼吃荷花，并且我们将会尝试用高速摄像机来去捕捉到鱼吃荷花的画面。OK， 祝我们好运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拍了大概有2个小时，也拍到了很多鱼吃荷花的慢镜头。接下来给大家继续观看。